狗血！我以为他正儿八经给我拍视频，给我拍照，结果他就弄，突然就冒出了一个这样子的，奇怪死了。没有没有，他跟你开玩笑的。哎呀，这点赞又给我上去了呀！这点赞，6.7万的点赞了，直播间的各位姐姐们啊，6.7万的点赞了。谢谢，谢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。6.7万的点赞了，然后直播间的各位姐姐们，还没点预约的各位姐姐们，把直播间预约点一波，再点一波行不行？就这个地方点开，点开进去以后，哎，点开进入直播间，进入我的主页，然后这个地方把预约给预约点上，行不行？好不好？把预约点一波啊，这个5月26号是阿佳的生日，所以我要给阿佳过一个就是生日。大家，你认识柳兰儿姑娘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柳兰儿，七万点赞了，对不对？行，再继续的再往上点一下啊，继续的再点点，谢谢，好，谢谢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点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得谢谢我，看到我就不想买东西，我还帮你省钱了呢。那你得谢谢我，你知道不？你看到我就不想买的话，是不是狗秀的很？大漂亮回去，别人认识你，谁认识我？哪个人认识我呀？你也喜欢喜新厌旧一会儿，我不喜欢他，我一点都不喜欢他。我现在我比较喜欢我阿佳姐姐，因为我阿佳姐姐是世界上最好的姐姐，对我特别好。你说我们信吗？信。为什么不信？你说我们会信吗？他对我是最好的那种。来，直播间的各位姐姐们，直播间5600号人，现在是不是看到视频下方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预约出现了？预约出现了，把预约点上来，全场的人把预约点上，点到5月26号直接点了以后，那天全程开播给阿佳过生日，然后能不能一起陪阿佳过一个生日？现在下方跳出来这个白色的这个就是点击预约，到时候点了以后，就像给你发消息一样，我们一开播，你们就会收到这个消息，又不见了，对。等出现的时候就点，好不好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 ，O 不 OK？ 可以吗？可以，对不对？好嘞，行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的话，需不需要阿佳给大家唱歌？因为我们今天你学歌了没有？学歌了没？但是不是很会唱。他学，他昨天晚上在床上他都在学。阿佳姐姐他在学，对不对？阿佳姐姐说怎么办？哥哥姐姐他们喜欢听我唱歌，大漂亮，你能不能教教我？我又不会。然后阿佳姐姐她很认真的在那里看着。学，因为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喜欢听的，他说没有预约嘞，你没有预约对不对？对，没有预约的话呢，我来准备好啊。比如说视频下方出现一个推送啊，不是出现一个点击预约，你们就赶紧的点一波预约，行不行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来3、2、1，发射，弹。哎，对，有预约了以后，对，就在这下方直播这个地方白色的这个地方把预约点上 ，OK 了 ，OK， 谢谢哥哥姐姐们，我都被他们给气瘦的，我像天天欺负我都不知道怎么了，自从开始就一直欺负我欺负我，被他欺负的我都瘦了。他说好像是在这里这里，一点对不对？好了，点了的就在这个地方，对，没点的话这样点好就可以了，对，点好就 OK 了。好，谢谢直播间的所有哥姐姐们啊，谢谢。你要给直播间的哥姐姐们唱什么歌呢？谢谢。梁山谣吧，梁山谣对不对？梁山谣，可以呀。大便，你要做个好人，我就是好人，我本来就好人，我是心地善良，真的。大便了，你要做个好人。就是大便了，有时候只是话多了一点，他心还是本性不坏的。本性怎么不坏？他140。我只在乎你，其实我只在乎你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因为这么唱的，把预约点好，咱们就开始。提前啊，因为咱们过年啊，不是咱们生日是在26号，所以咱们就提前先让阿佳唱首歌，表示一下你的心意。你看，有这么多哥哥姐姐，他们说要在26号那天陪你过生日，他们现在想听唱歌。所以我唱首歌给他们听。对，你要唱什么？梁山谣。你梁山谣对不对？梁山谣什么大漂亮心眼不正，我哪里不正？你好，我看我眼睛明明是正正正的，整整齐齐的，对齐的好吗？他们说我眼睛不正，
反正我心眼不正。对，对吧？而且姐姐，我眼睛是正的呀，对不对？没有歪呀。嗯。对，没有歪。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大排量不仅仅吸心，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你说说你什么不正？他让我心眼不正，但是你看我的心眼，你看心眼就是眼睛的中间，这个是不是啊？你看正的呀，两个是对称的那种。不是，你最主要是吸氧子多。不对呀、啊。体重一百。我没有眼实的心眼，没有。你多少斤来着？体重。没有。你体重多少斤？体重是女孩子的秘密，不能告诉你。看我这目测的话，体重148斤，吸眼子超标，直接吸眼子超过体重149斤，吸眼子特多。切，可以来直播间的各位姐姐们，没点赞的各位姐姐们把点赞点一下。我们接下来让阿佳给直播间的各位姐姐们唱一首《梁山谣》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什么？搁大漂亮说话对牛弹琴，我们这里没有牛。他在跟我说没有对那个牛弹琴呀、啊，没有牛呀，怎么弹琴嘛？阿珍，你给我拿点纸来。而且牛他又听不懂那个琴，对吧？对，你讲话就相当于你就是头，你连牛都不如。啊、不是直播间的各位姐姐们，是对猪弹琴，对猪，啊、嗯。没有了，你不要这样说，人家大漂亮嘛。对猪弹琴的意思，大漂亮。来，你出现一下镜头来，你出在镜头里面，大漂亮是猪对不对？所以我要对猪弹一下琴。你疯了，感觉什么意思哦？真的是，你不要逗人家大漂亮。奇怪。来，可以了吗，阿佳？可以了。准备好没有？准备好了。来，跟我一起念。去了，好。多。就去吧。来跟我一起读多。对啊多，他一点都不尊重我，他老是这样子。跟我一起念呀。我不是羊。哆来咪发嗦拉西哆。我不会。不会对不对？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拉哆拉哆西哆西哆西西哆，我会。沙包一样大的拳头，想不想吃？嗯，你这是这样子的吗？嗯，这样的。不是，我就是这样的，对，那我就给哥哥姐姐们唱首歌啊，我们这里的梁山谣，对，大漂亮，温柔可爱，漂亮，你看人家都这样夸我，你老是这样说，我是个小来，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们，在阿佳唱歌的这段时间，咱直播间。还没有，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就是没有加入粉丝团的，对，这个地方一人花一毛钱加入一波粉丝团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吗？行不行？直播间的哥姐姐们，就只要一毛钱，一毛钱，对，哇，粉丝团44441，我的天，截个图，这是我的吉祥数，44441，那再加三个就444了，这里加个，如果阿佳，不是喜欢444吗？来，还差一个。对，这里加粉丝团，谢谢喜欢阿古的哥哥姐姐们加个粉丝团，谢谢了。哇，是的，我截个图了啊，挺好的，粉丝团现在已经达到了4444个了，460了。对，挺好的。咱能不能七了，480了，咱能不能冲到4500个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没加入粉丝团的行不行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我加入一下，我教一下大家怎么加入啊，我教一下大家怎么加入。来，你们看啊，这是不是阿古的直播间，对不对？阿古的直播间上方，这是不是有个，你们还没点关注的话，把蓝绿色的关注给点了，点了以后把这个小红心点开以后呢，下面就需要一毛钱，对，只要一毛钱就可以加入了。加入了以后呢，你们以后评论的时候，直播间的哥姐们，你们评论的时候前面就会有这个黄色的这个隔空团一级、两级、三级、四级，等到等级越来越高，我会让阿佳给你们送他自己家乡的核桃，还有这个花椒，好不好？好吗？谢谢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们啊！谢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哥哥姐姐，谢谢。来，那就唱吧。好，谢谢。大片的加什么什么。有没有？喂，有。对。那我
我就先出了啊。喂，有吗？有。非常明白，要不我们俩一起唱知心爱人给哥哥姐姐们听吧。我们俩一起唱啊，可以吗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我们俩一起唱行不行？因为一个要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女的一起唱的，好不好？知心爱人点赞，点点赞啊，谢谢谢谢哥哥姐姐们，他们说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能不能把点赞突破到300,000，让直播间的各位姐姐们免费的点赞？嗯，免费的点赞点到300,000，可不可以？把免费的点赞点到300,000，行不行？可以。然后把直播间分享一波，让你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直播间，一起听一下咱们这首《知心爱人》，可不可以？搞笑。可以。我觉得你们两个唱《知心爱人》肯定不好听，因为你们唱歌都没有我好听。对。可以是吧？行，点赞环节现在开始。来，阿娇，你拉一下点赞来。嗯，好。哥哥姐姐们，点赞已经180,000了啊，180,000了。可以。哇，19,000了。礼物不用刷，点赞就行了。嗯，对，礼物不要刷，他说，点赞就行。马上200,000了。什么大朋友别来打扰人家生活，没有打扰他们生活呀。我是最近在跟阿娇姐姐这里都是干活的。就是我们家装核桃的那个呢？装核桃哪个？就是那个兰兰。在上面。不是刚刚不是在这里面吗？没有，拿到羊圈里面去了。不会哦。真的没有吧？哦，那里那里，嗯，那里面。哪里？哦，这里啊，嗯，好，我拉皮鞋了，嗯，23,000了，谢谢谢谢哥哥姐姐们，然后没有加粉丝团的加给阿姑加点粉丝团，谢谢。行，那我现在开始点赞了啊，okay, 点歌了啊。来，你坐，你坐，来，这只，在这只。他那首歌是怎么唱的来着？我也不知道。哇，25,000了，谢谢谢谢。微笑美女帅哥杨哥走晚上。25,000了，对不对？20,000点赞了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知心爱人，对不对？牙膏的话，早上要用那个黄色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牙膏之前收到。晚上要用那个紫色的，绿蓝色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是的，早上黄，好
晚上蓝就 OK 了。那行啊，嗯，知心爱人啊，来拿着啊。肯定啦，我好像肯定比那个人帅呀，所以我才喜欢他的嘛。嗯，那行，我点歌呀。哦，点个歌啊。嗯，蓝蓝的天空。你不在的，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们都不会，我俩都不会用。什么？我爱你，就是、我的家。我突然就想到那首歌。那我今天没戴眼镜儿。好、哦，唱两句是可以的。我看一下，我现在还能记得住歌词不？这首歌的话，就是在以前，阿佳我们俩还在一起的时候，就也没唱过，好像没有第一次没唱过这首歌，第一次唱。但是我以前听到过我爸爸妈妈他们唱过，我以前第一次以前听到过，就是我爸妈就是唱过这首歌。因为我妈的话也是特别喜欢唱歌，我爸的话也是喜欢唱歌，对，所以他们就是搞家庭聚会的时候就习惯就是唱这首歌，但是我唱的不是很会啊，我就将就一下好不好啊，我就将就看着歌词唱一下，看一下我唱的还行不行，好不好？直播间的各位姐姐们，来，免费的赞赞已经达到300,000了，太厉害了！现在还没有加入隔空团的各位姐姐们，手指的这个地方加入一下隔空团，1毛钱加入我们的大家庭，好吗？那我就将就一下。大家将就的听啊。我没有在做电动炮，他们两个又没有什么关系呢，他是一直来找阿姐姐姐我们两个玩。你不能这样拿着唱吗？能啊。那就拿着唱啊。可以。你这个太重。第一次合作唱这首歌，所以就有点没有那个配合的那个默契啊，默契还不够。嗯。但是我觉得还很好，很好，很好听。很好听，第一次唱、唱不好，第一次唱歌，昨天才学的啊，对，昨天刚学，他是刚学，对，他昨天能唱到这个点儿，应该是很可以的了，对，很可以的，嗯，我觉得就再多听几遍，然后再多学习一下这个。